外星神秘派指的是什么？外星神秘派就是我的一个，你也是好意吧，就是也是一个研究生啊，来找我，他说那个，蔡大哥，你这个病我得想办法，因为可能你不相信，其实我开始也不相信，后来我就遇到了外星人，外星人的科技水平比咱的地球上水平高很多，我给你问问，我也不好意思，因为也都不太熟，我说谢谢，然后他就挺认真。过了一个月之后，他说：“蔡大哥，你知道为啥我这一个月没有跟你联系吗？是因为我问了外星人，外星人说不治这个病，哦，但是我没有放弃。后来我就一直给外星人求他们能不能治治蔡磊，然后他们就开了星际联系会议，最后发现他们有一个星球上可以治。他说蔡磊现在可以治了，你来接受治疗吗？我就问，请问是哪个星球的来客？”他们就一看我不太相信，就不来找我了。